明朝嘉靖年间，江西有位余先生，名都字良辰。余先生博学多才，每次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异。18岁就考中秀才，他与同学好友共建文昌社，敬奉文昌帝君这位掌管读书人功名的天神。他们奉行文昌帝君殷志文，珍惜自治，每月放生，戒邪淫，戒杀生。至于口头上的过失，如谎言、恶言、议论人的是非长短，也要求戒掉不犯。因为文昌帝君说，只要一个人多多行善积阴德，上天必定降福给他。余先生这样做了多年，可是他前后应试7科都没有考取功名，做官无望，只能以教书为生。到他壮年时，家境依旧贫寒。更悲惨的是，他有过5个儿子，死了4个，4个女儿也仅存活1个。第3个儿子生下来时，左脚底有2颗很明显的痣。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可爱，父母十分疼爱，但8岁时突然失踪了。由于一次次的打击，妻子悲痛之下哭瞎了双眼。余先生的家境越来越艰难，他反省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恶事，为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样重的惩罚呢？为什么上天不保佑我呢？每年的腊月30，余先生便写一篇书文，请他家的灶神爷带给玉皇大帝。然而过了好几年，都没有什么感应。直到余先生47岁那年，除夕的夜晚，他与妻子、女儿坐在一起。凄凉相对，环顾四周，家徒四壁，一派萧条冷落。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看到一个人头戴脚巾，身穿黑袍，约有50-60岁的样子。这人很有礼貌地向余先生问候。我姓张，从远道而归，走到你的家门口，听到忧愁叹息的声音，所以特地前来慰问。我现在穷困潦倒，怎么会有人来慰问呢？尤其是今天大年30的晚上，家家团圆，谁会有空来我家里慰问呢？余先生看看他的仪表谈吐，又好像很不平凡，所以对他非常恭敬。于是向这位张先生讲述自己平生的遭遇。我生平读书教学以及在德行修持上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，为什么到现在仍没有功名？妻儿不能保全，儿女夭折了那么多，甚至于缺衣少食，生活都成了问题。这些年来，每到除夕，我都在灶神爷面前焚烧书表，我所写的书文至今还记得，我说给您听听。你不用多说了，我对你家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。你每年在灶神前焚烧的书表都是怨天尤人的词句，你的意恶太重，起心动念不善的地方太多了，只是徒有其名而已，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。这样亵渎上帝，恐怕上帝给你的惩罚不止如此啊，可能还有更重大的灾难在后头呢。我听说冥冥之中都有鬼神在监察，就是很小很小的善事，鬼神也都知道。我这么多年结文昌社，与同学立下了誓愿，例行善事，难道都是虚名了吗？
文昌这里的规条就等于戒律一样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依教奉行，没有违反呢。难道这些都是虚名？你们规条中有重视文化、珍惜自治的内容，既然有这条规定，就应当依教奉行。而你还是将旧书或写有文章的纸用来糊窗子，当你看到别人用自制糊窗户或包东西的时候，你从没有劝告他们，也没有阻止过一次，只不过在路上遇到自制捡起来焚化，这不是做给人看吗？不是徒有虚名吗？放生别人做你就做，别人不做你就不做，你的心地是真正慈悲，真正想放生吗？只是看到别人做心里欢喜，随喜一点，别人不做也就算了。真正的随喜要尽心尽力，没有尽心尽力不叫随喜。你在外面还标榜自己是一个仁慈的人，实际上心中并没有真实的慈悲之念。你家厨房里依然有虾蟹之类的食物，你还是忍心吃众生的血肉啊？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，你都犯了。你很会说风凉话，讽刺人，遣词造句非常巧妙，大家听到都被你折服，你还自以为能言善辩。你有强词夺理的本事，无理的事也能把它说成有理。因为你好胜心强，不肯输人，因此在与朋友谈论当中言语不让人，这不让就是大毛病。好在你还有一点良心，晓得话太刻薄有伤厚道，这一点良心是今后转祸为福的机会。你不知道反省自己，还以为自己良心不坏是个好人，这能欺骗谁呢？关于戒邪淫这一条，你虽然没有做过邪淫的事，如果因缘凑合，你仍会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。这些都是你们文昌社里锁定的规条，你都做不到，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。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徒有虚名，并没有真正做到呢？你每年写的书文，灶神却是帮你送到天上，成交给玉皇大帝了。上帝对你不是不关心，天天派日游使者来考察，但是这些年来，你却并没有一件真正的善行可记。你还有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傲慢的心、瞧不起人的心，气量狭小、性情急躁，还有一往其来念、恩仇报复念，这些妄念、恶念坚固缠绕在你的心里，没有暂停过。你只是在身上、口上假装行善，而这些意恶则丝毫没有改变。你逃避都来不及，还求什么福呢？你既然对我心底隐藏的恶念知道得这么清楚，把它都说出来了，您一定是神仙，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求您来救度我吧，求求您了。你是个读书人，通晓道理，也晓得羡慕善行善言，并且以此为乐，当你听见善言时也很欢喜，看到善事时又备受鼓舞，但事过境迁就忘记了，原因就在于你善根不厚，性根不深，烦恼习气和污染太重了，没有长远心，没有忍耐心，很容易被外境所转，所以你生平那些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，进进退退，都是专务虚名，没有一桩事情是脚踏实地、尽心尽力、认真去做的。而且你的满腔意恶起伏缠绵不绝，还想求天神降福给你，老天没有降福给你，你就责怪老天爷。你想想，这好比你的田地里种的都是荆棘，却指望将来收到好的稻米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这与因果不相符啊，你要断恶积善，养自己的谦德，改自己的毛病。如果勇猛精进，虔诚恳切，半年你就变样子，三年必有效验。于先生终于明白，原来命运是自己造的，所谓自作自受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只要在念头上转变，就可以再造自己的新命运。
从今以后，你凡有贪淫、虚伪、客套、妄想这些杂念，要发起勇猛心，彻底悔改，从心底里把这些妄想杂念都断除。这讲得很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，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。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贪淫、虚伪、客套、妄想诸杂念，这些念头一起来，立刻就觉悟。我的业障实在是深重啊，我应该怎样才能转变我的习气呢？你要把心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一个念头理会善的一面，做了不求回报，把行善帮助别人当作我的义务，当作我应该做的。别人误会了没有关系，别人的不理解不必放在心上，不可因此认为好事不能做，好人不能当了。甚至人家以怨报我，我也不在乎。不论大事小事、难事易事，只要是好事善事，都要切切实实、直接痛快地去做。一天、一年、一生、一世，乃至发愿生生世世，都要这样做。第一，要有忍耐心。第二，要有长远心，千万不可以懈怠懒惰，更不可自欺欺人。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定要身体力行，一点一滴，日积月累，逐渐来完成你的大愿。若是我们力量不能行的，那就能做一分是一分。力量上达不到圆满，心要尽到圆满。只要你长久地这么去做，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应。你还算懂礼节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上香上供给灶神，并且做到了真诚心、恭敬心。从今往后要努力修持，尚可扭转命运。于先生此时才晓得，原来是灶神示现呐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一年复始，万象更新。于先生发大志愿，要拔除自己一切妄想杂念，并将自己的名字由良辰改为敬意，以提醒自己断恶念、修善行。可是刚开始奉行时，杂念纷飞，不是怀疑就是懒惰，如此进进退退。过了一段时日，于先生再次痛切反省，痛下决心，以后每天都在观音菩萨像前叩头流血，净发誓愿。从此以后，于先生的一言一动、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自欺，不敢放肆。这就是他以后所以能成功、能转变命运关键之所在。凡一切于人于物有利益的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自己是忙是闲，别人知道不知道，于先生都认真去做，委曲婉转的一定把它做到而后已，也不考虑他有没有这个力量，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终，只问事之应为不应为，不问利之能计不能计，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欢欢喜喜，尽心尽力。如果做到一半没有力量了，这样功德也是圆满。如此随缘方便，广知因功，而且每遇到人就教化引导他，告诉他敦伦、勤学、守谦、忍耐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唯恐自己没有尽到全力。每个月的月底，他一如既往在灶神前报告这个月当中身口意所修的善法。于先生修心养德的功夫渐渐真挚纯熟，但凡他有所行动，则万般善念相随，
但凡他无事静坐，则心地清静，一念不生。这样做了3年，感应终于来了。于先生50岁这年的一次会考，是为姓张的宰相主考。他想给自己儿子请一位有学识、有道德的老师，大家都推荐于敬义先生。于是于先生受聘到宰相家教书，他带了家眷一同进了京城，生活也得到改善，不像以前那么穷困潦倒。宰相赏识于先生的道德学问，就为他在国子监报名入学。万历4年的时候，于先生参加乡试并登科，第二年就考取了进士。有一天，于先生去拜见大内太监杨公公。杨公公叫出自己5个干儿子来拜见于先生，其中有一个16岁的男孩，于先生一见这孩子就觉得面熟，好像以前认识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？江右人。于先生是江西人，这孩子仿佛记得家乡和自己的本来姓氏。我小时候离家游玩时误入了人家载粮的船，后来船开走了，我也被带走了。于先生听后非常惊讶，于是请着孩子脱下左脚的鞋，孩子同意了。果真，在他的左脚底有2颗非常明显的痣。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啊，爸爸。杨公公见他们父子团聚，也非常感动，就欢欢喜喜地把儿子送还给于先生了。于先生很快地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。分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见面了，母子见面抱头痛哭。儿子很孝顺，见母亲哭瞎了的双眼还在流泪，便捧起母亲的脸舔她的双目。
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于先生知道这三年改过迁善，正如灶神爷跟他所说的，不测效验，即意想不到的果报果然应验了。他这个时候对于世事愈看愈淡，因此也不愿意做官了，于是就辞别了张宰相，回到自己的老家，在家乡更加诚心诚意地积德行善。愚公寿命延长到88岁，他的长寿与福报一样，完全是他47岁以后修来的。这正是我们世间人学习的最佳榜样。乡里大众看到于先生一生所得的果报，都说他是由于力行善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于先生很不幸，也很幸运。他从47岁才改过修善，50岁就得到感应。于先生儿孙的命运也都转好了，这是积德修善的果报啊。于先生孙儿有7个，个个健康，书读得很好，以后都成了名。